昨日，大量机甲忽然出现在五四广场，大量建筑遭到破坏。这些机甲究竟是敌是友，目前还没有得到官方证实的回应。这还用说？他们就是冲我们人类来的。以后出门一定要小心啊！这些机甲就藏在我们身边。头，匹配结果出来了。星空背后的控制者就是量子生命体。果真如此。其实你早就猜到了，不是吗？局长。局长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量子生命体很可怕吗？与其说是可怕，不如说是神秘，因为它根本不属于地球。不属于地球？难道还是外星？星空系统代表了人类科技的巅峰，难道你们认为地球上有什么东西可以如此轻易地侵入它吗？最坏的局面还是出现了。我们准备好了吗？小凯，立刻全面启动备用系统惊雷，暂停星空的使用。是。飞碟旋风，太棒了！看我的流星满月，来得好！神龙摆尾。跳跳，你没事吧？小雨，对不起，我没事。我明天把它升级一下，会变得更厉害呢。你好像有什么心事呢？昨天的战斗中，敌人又变强了，我担心这样下去，要是动车人也能升级就好了。你说升级？对呀，动车人也应该有升级的办法才对。梅林，这次你可帮了大忙了，现在就行动。喂，等等我。没事吧，没事吧。这个拳法明明就不适合女孩子嘛。比比，求之不得。越来越强了，可我们的实力能量转换方案完成，飞行器构造图搞定，太棒了，这样大副就可以轻松应对无人机了，接下来就看梅林的设计图了。悟空大幅登场。怎么，我画的不好吗？哇，梅林实在太棒了，孙悟空可是最厉害的斗战胜佛，升级成孙悟空，大幅一定最厉害。婷婷，快，我已经迫不及待了。立刻进行方案测试。眼睛这里，我想给大副增加一个透视眼，可以吗？透视眼，酷哦！就像孙悟空的火眼金睛一样，让无人机首领无处可躲。使用热成像原理可以实现。我一定会喜欢这个设计的。成了，耶！吃我一拳！来得好，看我的飞腿！喂，你们两个要打到什么时候？我要去巡查资料分配点喽。真是服了这两个疯子了。
快到创新中心汇合。跳跳，有情况吗？我要给你进行升级。升级会让我变得更强吗？当然，快来。跳跳，我们这样做可是违规的。星空随时会有行动，大副的升级不能耽搁了。对，为了人类。嗯。看来这个孩子和动车人关系很不错呢。关于动车人的全部资料都保存在这里，记住，这是绝密，只有局长才有权知道。是。这孩子真以为动力实验室是那么容易进去的吗？你小子，如果这事儿暴露了，恐怕我就得引咎辞职喽。接下来就看你们的了。无人机发现那些机器人刚刚潜入动力实验室，立刻分析他们的目的。是，分析完毕，80%的可能是进行某种武器升级或研发。研发？升级？休想！阻止他们！无人机军团正在检修中，派遣机甲出发。大副，我对你体内的地球之源还不了解，一旦失败……跳跳，我愿意冒险。大副，我会先对你的身体进行检查，纠正能量转换方案的偏差。嗯。小雨，外部机甲升级可以开始了。好嘞。是暴露了。不好，街道上出现了邪恶机甲，他们一定是奔着大副来的。继续升级，他们交给我了。嗯，红剑，小心。嗯。能量转换的方案已经调试好了，接下来要进行的能量转换测试才是关键。大夫，我不会让你受伤的。今晚我这里可是有名很好的护卫兵呢。想跑吗？完了！
三个这个。欧阳局长，这么晚了是有重要事情吧？安全吗？我们正在使用惊雷设备，不会被星空监测到的。不会，控制星空的是量子生命体，量子生命体，大家应该知道吧？是啊，太危险了，我们必须主动出击。各位，请听我说，听我说。大侠，先稍安勿躁，必须关闭太空轨道。对对，这样就能解决问题吗？乐乐可以帮助您。不用，谢谢。报告的客人。关闭太空轨道只是暂时的，得彻底切断量子生命体对星空的控制。请相信我。好了，宇宙一号作战计划继续执行。是。头儿，你去休息一会儿，我来。宇宙一号作战计划已经启动了，编码必须得反复检测。咱们使用的可是独立的惊雷系统，保密程序万无一失。小凯大飞，再次检测。左臂肘关节那里还差一点。放心吧，保证完美无瑕。这样真的会变强？那当然了，改天给你做下升级。我不需要。嗨，老爸。小雨，我正忙着呢。爸爸临时接到通知，要出差一段时间，记得早上要喝牛奶，晚上睡觉关空调，还有离机器。知道了，爸爸。宇宙高铁将出发，请坐好。宇宙高铁将出发，请坐好。小雨，爸爸这次执行任务，也许我……得加快速度了，如果星空搞破坏，可就麻烦了。正在加速。头，星空对未识别的车辆开启了智能封锁，使用惊雷暗码输入工程高铁型号。是。完成了，接下来该进行能量转换了。真的决定了吗？决定了。你体内的地球之源能不能进行能量转换，我不确定。如果不受控制，那很有可能会……为了人类，也为了福继承，总得有人去做。可是，我不想失去你。漂亮，我相信你。跳跳，你怎么了？眼睛太累了。你看，一切顺利，而且星空也没来捣乱。不过，我觉得你一定有什么事情瞒着我。马叔叔去哪儿了？哼，你想转移话题？才不是。我在想，今天星空很安静，马叔叔又出差，会不会发生了我们不知道的事情？跳跳，你不是可以共享？啊，不是爸爸。
宇宙一号开始传输。是。星空，回答我，你在搞什么鬼？什么？星空，摧毁他！是我，一个被害人。传输停止了，计划暴露。马队，立即启用宇宙一号自救系统。剩下的就靠咱们了，手动编码传输。是是。快啊，马叔叔！不好，爸爸有危险！战斗是动车人的事情。冯剑，带上我！你去了，什么也做不了。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是尽快完成大副的升级。爸爸，我是不能撤，马上就成功了。撤离，我命令你们立即撤离。马队，马队，该死！红剑，快呀！行，再给我一点时间。交给我了。进攻，进攻！红剑，不要恋战，快点离开。保护我爸爸。难缠的苍蝇。好了，太好了，我们成功了。走吧。快走。追。